大家好，我是林霄。我在音乐剧《恐龙复活了》扮演的角色是馆长。馆长在音乐剧里面呢，个性是非常坚强，但是内心又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人。这部音乐剧将从12月7号到1月13号演出，大家到时一定要来名声世界支持我们哦！到时见。